下星期啊，一样是要收房租嘛。为什么要活着？爸爸年纪大了，照顾不了你。我叫六，叫我泡面就可以了。这么奇怪啊？六就不奇怪吗？我到哪里都是一个人。六吧，我会陪着你。人活着有三个理由：一个依靠，一个期待，一个太冷。你跟那个掰咖是在认真什么？这个贱女人，因为我都不知道。看你杀死谁！为什么要这样？如果可以，我想委托他帮我杀个人。你想杀谁？你知道杀手不能爱上委托人，突然会让两个人都陷入危险。